假装老年痴呆，看一下女儿的反应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爸爸这么年轻。宝宝，你见我手机了吗？不是在你手里吗？哎呀，在这里，我还找了半天。等一下，我先去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小心思还挺多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我看书上说小孩子要多练习逻辑，我就把这些纸条和屋子里的东西对上，练习练习。好，那你多练习一下。宝宝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。这么早跑哪儿去了？一大早就出去玩了。爸爸，你不要怕，我会捐好多瓶子，卖好多钱，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